王琦，假的好心情。你好，我是谢钟，我是凯乐，欢迎您收看全世界最棒的一个视觉推理的综艺节目，真的了不起。好的，一样，今天有很多视觉的人跟事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没错，运用我们的智慧，好好来判断一下到底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，谁是真的当事人，还是假的仿冒者呢？经过这么多集，你到底有没有觉得你也增长了很多？有，我现在开始会分辨他哪一句是真，哪一句是假。你以后对于男朋友讲的话能分辨得出来吗？我想我的婚姻可能会不幸福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容易说就聊着哈，讲假话。现在问题是，现场这三组呢，等一下还是要看谁能够优先选题。是的。OK， 好，答题有先后，顺序要卡位，马上进行我们的卡位资格赛。好，第一组带来的是芒天，还有辉妮。好，那辉妮今天带来的小礼物，我的新专辑，好可爱，谢谢。是专辑哦，对，哇，好精美的专辑哦。它是一个8G 的 USB， 可爱哦。OK， 是我一个是我自己设计的兔子。哦 ，OK， 所以这是你的专辑，用这样的一个造型，就叫做好好。嗯，没有你的歌几首？好好，有6首歌，然后还有我的微电影跟桌布。来，那提示2个字，回答3个字，就一问一答，马上很快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来，三题计时开始。乐器。乐器，小喇叭，棒，什么棒？乐团，乐团，乐团，好，pass， 不要再投一票，全部都 pass 的。典礼，集中奖，歌手，继续讲。2个字，交通，红绿灯。大台巴士，3个字，交通巴士斑马线，我看巴士好，巴士，相机，3个字，录像头，记呀，来，头发，护发素，烘干，吹风机，不要走开。正确的时间是3分07秒。哇！你刚才整个人在干什么？你刚才在努力想，你真的吗？对啊，我看得出来，想努力。因为他要想3个字，你在想绵羊。我想到头都破了，因为我听到很多声音一直在跟我讲，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阳界还是阴界的，我分不清楚。讲他一直乱出来，好嘞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谢谢。哦，这一组很强，是真的。6组，来，先进2个字提示，他说3个字，3个字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尽量缩短中间等待的那个时间，一问一答，好不好？来，三题计时开始。2个字，伤口，伤口 ，OK 不？刺痛，消毒啦，消毒，双氧水，消毒，OK， 加油，是抬头，望明月。明亮，抬头，明亮，聚光灯 ，spotlight， 室内啊，动感，电线杆，照亮，对，照亮，长形室内，光明灯，讲得好，教室，日光灯，来，你快，日本，日本3个字，随便猜，快点，随便猜，电影，那故事啊，哥吉拉，多久，2分04秒，来，可分，然后双胞胎，想到网球。OK， 好，那双胞胎照我们的节目来看的话，应该默契会比较好。以往之前呢？是啊，之前的都是吗？哦，对啊，一佩佩两个人来的时候，那时间非常快，快30秒。没压力了。来，计时开始。国家，加拿大。兰花，国家。新加坡。标准答案。饮料，这个好喝哎，好喝。饮料，这个好喝。3个字，可可雅。我喜欢很苦的饮料。清朝茶。应援，3个字。拉队。
盘嘛，对对对对 ，OK， 真的一分钟哎 ，OK， 好，刚才经过这样的一个进驻以后，谁能够取得在大说谎家这个单元优先打题顺序呢？我们待会看。好，赶快看一下接下来呢，他们选择答题的顺序到底是怎么样？好的，第一组是可分可分 ，OK， 林长水快。那第二组呢是我们的国贤哥毛维尼。第三组就是谢欣跟阿松。好，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凯乐带来哪一些奇人异事呢？来，凯乐。欢迎今天的六位来宾，首先是一号天后御用造型安全帽制作达人，二号是嗅出异象味道变化的气味研究员，三号是没风也能飞的室内风筝高手，四号是吃晚餐不孤单，网络实境陪吃辣妹，五号是用瓦楞纸卷出动画角色的卷纸师傅，六号是靠挨打来赚钱的人肉沙袋。OK， 好，来一样，可分可分，优先选题，这六位要选哪一个？三号，也能飞的室内风筝高手。叶贤，请问一下，室内这种没风也能飞，所以他在室内放这些风筝不需要任何动力，也不用风，因为室内不知道风从哪里来。对，他不用有风，然后有光还会干扰到他。OK， 那室内风筝会累死人吗？不会，就我一定要在室内拉着风筝买这个。不会，也不需要一直走动，可以坐着飞。坐着飞，有动力耶？怎么可能？好，算你行。他的答案就是这样，可以坐着，然后不需要动力，你也不需要跑动。他告诉你就是这样，而且他当初发明这个就是为了自己喜欢玩，就是这样。一个风筝制作时间大概要多久？还有它的材料好不好取得？谢谢。哦，那就是制作时间要多久？来，叶谦，制作时间大概要多久？大概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，这种大小的吗？对。很久，一个礼拜。OK， 你说你在室内不用风就可以飞，那没有靠风，到底东西要怎么才能飞起来？它其实是靠滑翔的原理。要拉线吗？比较像滑翔机。OK， 比较像滑翔机，所以它不需要风。想清楚啊，它是真的当真还是假的冒牌货？要压几分？来，请选择。有两分钟，他长很诚恳，他长很诚恳。我们每个来宾都很诚恳。那你没有注意到，他刚眼神有向左飘，而且飘了三次。真的假的？他没有仔细在看。乱动吗？没有在算哦。快，来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好了，真的。来，保守一点点。保守一点，来我们节目名称的。哎，两分。你们选他是真的依据是？没有，因为觉得可能就是师傅看起来就是。是会玩手工的这种感觉啊，看起来我会陶艺吗？他是因为他穿的衣服，他今天穿西装，也不会说话像总。对啊。对啦，衣服都搭配。真的老警察的好心情，到底叶贤是不是室内风筝的制造高手呢？对。正确的答案是。叶贤，您现在就在我们室内站在那。嗯，请问一下，你要多久可以让这个风筝？你站在这不动，多久可以让这个风筝飞上去？0.5秒就可以。这有点浮夸哦。哎，究竟这个0.5秒就能起飞的室内风筝，到底是怎么放的嘞？不可思议的精彩表演，广告后保证让你大饱眼福。嗅出腋下味道变化的气味研究员。OK， 请问一下，男性腋下的味道跟？女性腋下有可以形容得出来那个味道吗？其实男生是比较偏的味道，那女生的话是比较偏。你问我的是玫瑰花香，人家把。